豪巨无霸 GL 360度长征大自然，去亲近大自然，想四通无阻，一架豪华越野车绝对是最佳伴侣。全新一代平治 GL 500杀到香港，无论外貌、操控定是配备都全面提升，令豪华级数有增无减。换了大圆三星衬双间设计的家族式鬼面罩，还有新品牌 LED 日间行车灯和新头灯组合，配埋更明显的肌肉感线条，令新 GL 500更有动感活力。续距超过3000毫米的七座车厢，空间感十足。厂方今代还加入 Easy Entry 系统，只要按车背上的掣，第二排座椅会自动接埋竖起，方便上落。不过要还原就看看，第三排座椅都有电动掣，操控后座接埋和打开。至于中控台铺排亦重新设计，感觉同 ML 相似，还加入很多电镀饰边。新增车厢配备之中，既抢眼又实用的莫过于360度摄像泊车系统，四个镜头组成了冚车顶的画面，轻松看晒四围障碍物。性能方面，换了较细容积的 4.6 公升 V8 心脏，但马力提升到435匹，扭力增到700 Nm， 0至100加速只需5.4秒。配 Blue Efficiency 技术和 Eco Start Stop 功能，平均油耗下降了 18%。 配新增的 Crosswind 防执风及 Steer Control 等辅助系统，以增强稳定性和操控性，令新 GL 的表现更加全面。